陛下，任安乐确实弟子缘，报应啊！<笑>罪臣先走一步。顾云年已死，不管他是故意屠杀帝家军，还是无意。 都已经无法做出判断，反了！请陛下给天下一个说法。 大仇已报，了却心事。可是我却不知该何去何从啊！任大人也是，终究同你有几分情谊，怎能挑这一天呢？他如今是帝子元。孙玉君，你手上沾满了我帝家人的鲜血，我是个善恶分明、有仇必报的人。 为了我的儿子，我至死不悔。从这今日之后，我们互不相欠，但往日的情谊也到此为止了。